好，这个小白啊，我不知道你本来的模型是这样的，为什么你搞成这样斜的啊？我首先画个弧度，然后用一个四方盒子分成上下部分来做，为什么要用上下部分来做呢？我搞不懂啊。这里明明就是一个让的线可以搞定的问题啊，或者画一个圆柱体就可以搞定的问题，对不对？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为什么就复杂化了呢？这么简单的东西怎么就搞不定了呢？好，这个东西我们在这边画一个矩形，好吧？直接画一个矩形。传媒可变一样的线，全的所有顶点称为角点，把下面的边删除掉，全上面的顶点稍微往下拉一点啊，拉到这里，然后这边，大概在这里啊，中间位置啊，把上面的给它缩放一下，全上面顶点缩放一下，好。缩放的这个位置，对吧？然后呢，选择上面顶点，转为背侧的角点，我们再顶着读，把它拉过来，对齐到这里啊。好，然后在这边把下面的顶点往这边拉。看，拉到这里啊，然后上面这里的话呢，先传为角点，好，给它拉到这里，那么这个角基本上就能够对得上啊。要选择上面的顶点，转为背侧的角点，选上面的顶点往外面拉。对吧？往外面拉就得到这么一个形状啊，要打开的可渲染，可渲染多少呢？我不知道啊，先给个30，这模型比例有点问题啊，我不知道你这个模型比例是多少，我们量一下啊，4000多啊。4777，你这个凳子有4000多的尺寸吗？你自己反省一下啊，为什么建模不按真实的比例来做呢？真是让人无语啊！给它缩小10倍啊！在哪里？从缩放世界单位啊，这里给个0.1。0.1啊，整个场景，OK，好，现在它的比例才是正确的啊，好，把这个删除掉，选它这个给了一个30，40，给了一个40。这样的不是对了吗？然后这里的分段，这个边数给个八的边，八的边就足够了啊。你想好一点的话，12的边也行。我看一下12的边，12的边的话，到时候不好操作这里啊。行吧，就12的边嘛啊。OK，把它搭建掉。搭建掉之后呢，选择下面的顶点，把下面这个面
再顶着读，给他说放一下。好，大概这样子啊。这边呢也是啊，选择这个面，删除掉，删除掉，重新选择这个边界啊，给它封口，然后选择这个面，好好，然后这边选择这个面啊，再给它缩放一下。OK。然后再选择这个两个面，给它插入一下，搭线掉。好，然后上面这里呢，它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弧度啊，对吧？这个弧度，还有它上面这里也有个弧度，我们选择下面这边连的卡片线，诶。得一条一条的来啊，往上拉，这样子，选择这一面，直接给了一个快速切变啊。从这里开始啊，给它增加一些分段，然后选这边，给它歪头打平一下啊，不是，我看它这个轴对不对啊？轴不对，把它对齐的世界集中的对象，要给它从这边换一下，再把它搭线掉，选这边。歪轴打平一下，但两边不一样，我们应该把这个线拉到中间的位置，再拉出来一点，然后这边设置留下，再拉进来一点。这个稍微拉快一点，对齐到这边上啊，要再给它歪轴对称一下，翻转，这样的话呢就差不多。然后我们选择这个位置，给它设置留下，不行。不行的话呢，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弧度啊，这样它就塌下去了。那么在这个位置环形选择连条冲线，这里在环形选择连条冲线，选那边，再给它设置留下。再给它设置留下。好，设计流车母我们窝林华，那么的这个角就对了，然后下面就不对啊。下面不对，我们就选择下面的边，把它往下拉，选择这两个边，往下拉，拉到这里来，然后选择这两个边。设置留下，往下拉，诶，他怎么往那边走了呢？选择两个面，往后面拉，要选那边，设置留下啊。这里也给它设置留下，这里再设置留下。
往下拉，这个稍微往后面来一点，往后面拉。这两个顶点也给它往这边拉，然后侧这些顶点往这边拉，剪剪上面的，剪剪上面的，给它测试留下。看这里不对，就往前拉。直接选这些顶点往前拉就对了啊。好，包括这个位置，稍微再往下拉一点，前边。剪卷，再给测试留下，要这边测试留，再剪剪上面的测试留，这点点测试留，这里就不要动了啊。然后这边再给它测试留下，那么咱在下面这个弧度呢，就这样逐渐的调整一下。给过了明滑之后，它这里弧度是能够对得上的啊。然后这边剪剪上面的，再给它测试留下啊。这边再剪剪上面的，因为上面已经对了，就不要去改上面了，给它测试留下。好，这次留。OK，那么这个弧度就可以了，对吧？要把它对称过那边去啊，Y 轴对称翻转，旋上面这边跟这边斜角相连为二。三的边，这里再连两条卡边线，好，这边也是啊。
剪剪上面的，再给色彩留下。这个色彩留不太好啊。稍微拉过来一点，不要让它凸出来了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或者再给它对称一下，歪轴翻转一下 ，OK。然后到这边，这个基本上能够吻合的上就行了。然后在这里添加一条卡边线，往上拉，给它拉到这里啊。再拉下来一点。然后上面的颜色啊，好，增加几条改变线啊，这里再增加一条，是不是再来增加一条？好，然后这边我们看一下，把这个面。12的边全是一面啊，加上上面的，或者直接这样啊，我看一下，我们拿的这个全是一面，我们复制一个出来，中间加条线，把这面给粘了。哎呀，像成前桌的面，快速切变一下。旋转90度，好，拉到这里，切变，这里再给它切变，好，把这多余的面给它删除掉啊，我们要的是。搭这个横斜面啊，搭这个斜面，要让它跟这个斜面一样的，我们画一个矩形，把这个可渲染勾号去掉，转为可变一样的线，选择左右顶点，转为角点啊，要把它对齐到这个上面这里来，下面再对齐到这里，选择左右顶点。把它圆角，圆角不是斜角。好，这样之后呢，把这个砂石怎样啊？把这砂石改小。好，再把它搭线为可变的模型。选一边搭线，这里搭线，好，把这个给粘了，得到这么一个横截面，然后给它一个厚度400，搭线掉，要把这个面给它删除掉，好，要把它拉过来。对齐到这里，然后我们按照这个位置啊，
但里面这个拱位我就不错了，好吧？如果要错，到时候你自己再错啊。把边接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从这里选了顶点，这边连接这里。好，这个连接这里。然后这个呢，它也是啊，从这里剪接，好，然后选择这个边界，把它删除掉，到这边，选这一面，剪剪后面的，删除掉。我看能不能插入一下，好，要将这个面，删除掉，OK，然后呢，这个中间给它连接两个边，环境选择连接两个边。选择附加这个模型，这个交接一下。啊，不对，选择这条，交接一下，这再交接。这边这个交接。这个应该选择这里，再连条线，设置留下，然后把这顶点连接上来，然后这边移除掉啊，上面这里也是连的边，然后连接这里，好，这边给它移除掉，这面删除掉，这里给它交接一下。好，这边也是啊。再给交接一下。好，里面这里呢，再给连的边，这点点连接上来。这里再交接，好，继续交接，然后到这个位置，这里再连的边，连上来，OK，然后选这边，给它设置留下。设置留之后呢，这边环境选择再连的边，连的边的时候 X 轴打平一下，然后把它拉过来。
拉过来给它歇脚。OK，我李明华，这位置就没问题了，对吧？然后这里不是还有一个拱吗？这里还有个拱，这个拱我就不做了，好吧？但是如果你非要做的话，也不是不行。我跟拱位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连的边给它拉过来放到这里，再给它切角。好，然后这个顶点连接这里，然后选择中间这个顶点，给它切角，角量这么大啊。这顶点再把它拉回去，再把它对齐回来。这个顶点，拉回来啊，对齐到这里，OK。要选择那个面，再给它插入一下。好，大概这么大啊。算了，选择中间这个顶点，给它打开。好，大概这样子，把它顶点拉回去了，这顶点再拉回来，然后选择这个面，右手打平一下，给它拉上来。下面这个面，下面还可以对得上啊。那么就把上面的改一下，把这脸那边稍微往下拉一点，好，选这两个面。给它交接一下啊，交之后选这边，跟这边切角，OK，然后中间这个环形选择连两条卡边线呢。好，给个涡轮滑，那么这里就会有个洞凹进去啊。好，这边再连那边。拉过来，这边呢也是，卡到这个位置，
那么这里就会有个拱卫进去，对吧？好，然后在这里连的边拉过来对齐了这个模型的中心，左右对称一下，在前那边 Y 轴对称，翻转 ，OK， 对吧？然后这个模型里面还有两个横条，中间一个 boss。好，把它先掉，选择顶点，往这边拉，这个往这边拉，然后选择中间的面，删除掉，选择刺的边，给它切角，在这里看一下切角，好，大概切这么大，删的边。再加一条吧，好，大概这样子。OK， 这边不加了，把轴心集中，再给它复制一个出来，对齐到这里。好，选择模型，附加的，往里面滑，这样不就可以了嘛，对吧？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把它这个旧的删除掉，不要了啊。这个东西也不是这样做的，好吧？这个东西。我们画一个圆，圆出底啊。拉高，高度分段为一，这给个200啊，高度给个20-30。OK， 好，然后我们把它往上拉，往上拉之后把上面，把它给端面分段啊。给个2，然后把上面的顶点拉出来，对齐到这里啊。OK， 这样之后，这个模型边数不够啊。到这里我才发现啊，这里给个32的边，好，这里给个20。OK。搭线掉，然后选择下面这边，上面就没了，没有那个了，没有分段，选择这个顶底两个面给它插入一下，搭线掉，然后选择下面这边，给它切角，多切几条线呢，然后选择上面的。这边这个的切角，不对，不能切那么多，因为还要涡轮平滑的话，我按 C3 的边，这个不要切那么多啊。四的边嘛，OK， 这样之后呢，选择上面的，选择上面这边，给它切角，算了，直接选择上面的顶点，按滚轴线左上的面，给它插入一下。再来一次，好，
选下面的顶点，按滚轴键转的面再给它杀入一次，再来一次 OK。 这样之后就可以给个涡轮滑，就可以搞定了。好，把它拉过来，放到这个中心。好，把这个残留掉，这个呢就搞定了。不过好像都没有到这个边边上，我不知道它原来实物是怎么样的。可以选所有顶点，稍微粗放一下。这样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啊。OK， 那么这个模型就做好了。改一下颜色啊。好，那么今天这个呢就做到这里啊。谢谢大家。那么这个位置我又改了一点点啊，就是把这里稍微测试留下，这两个位置让它这个弧度过渡的更加好看一些。OK， 这样就可以了，好吧？那么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。